哎，其实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这话如果在会上说，会死得很惨。一个做业务的人，你告诉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是不想混了。他这上面的远洋渔业贷款的失败案例，那都是意外啊。况且我那不是一个纯贷款，我是产业升级基金啊。我把消息放出去之后，立马有公司找总行谈。 这怎么能算是高危项目呢？你知道那个在鸡蛋里怎么挑骨头吗？你拿着一个鸡蛋，啪，打碎了，蛋清蛋黄流了一地，你慢慢找，发现什么都没有。可是鸡蛋已经碎了。我做人事这么多年，一个反复被质疑的人，无论他有多大的才华，人事部门都不会把他放在一个重要的岗位上。 那就是君子倒霉，小人得志呗。你错了，你倒霉，你就应该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？当时你们为了急于完成西楚任务，你对远洋渔业究竟了解多少？它的利润点在哪里？风险又在哪里？一旦产业打着升级的名号，国家扶持的力度是相当大的。郝伟在这份材料里面质疑基金的操控者，利用产业升级的名号逃税。 这不是不可能啊！像这些风险方面的提示，在你的基金介绍当中我的确没有看到，因此，你给别人留下了攻击你的空间。那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商机，还得先把自己包装的刀枪不入，我真是累了。银行只相信数字，你这次侥幸过关，不代表你永远可以这样幸运。你在这份材料里所有被人攻击的地方都是你的疏漏之处。 你现在发牢骚，只会让领导觉得你不能委以重任。你是在写贷款报告，不是在跟你的项目谈恋爱。那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好的，我是在提醒你，还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。您别生气嘛。哎，是，我错了。那您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有几个建议。从业务上。 你私底下找程序员沟通，承认你在风控方面的疏于考虑，他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。人事上，你要找郝伟谈谈，不能让他这样满世界飘着告你的状。要知道，打败敌人不是真正目的，清除所有威胁，才是最终目的。 当然，你也可以回去就这么死扛，我也看不出什么意义所在。妈，饿了。哎呦，你也在啊？哎，那个零用钱理财办了之后，生活怎么样？你可别在我妈面前提这个了，你们银行比我妈还抠呢。行了行了，快上去，我们谈正事儿呢啊。 这什么？这些材料呢，也不清楚是谁。这段时间每天发到我邮箱，我查了，但查不到。但如果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您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。您可要千万替我保管好了。林强，下周我过生日，打算开个趴，来呗。你们小年轻开趴都喜欢带大叔玩啊？那要带也得带有钱的大叔吧。 你看你穿的这一身，那不是银行的就是租房的。哎，你一定得来啊！你要是没有女朋友，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喜欢大叔的。我来。OK， 那你记得换身衣服，别穿的跟满世界发小广告似的。放心吧。哎，这把咱们要翻身了。不是什么好事。哎，这把打八是吧？嗯。哦，你等会儿。
那个小家伙来电话，谁？他那徒弟。哎，别这么说啊，现在是你们的徒弟。那什么事儿？他说想约着见见你。见我？郝伟那封告状信，估计他肯定是知道了。他是心里有没有鬼？他犯得上这么急吗？ 你让他过来吧，到这儿来啊！明天一天的会有哪有时间见他？哎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把位置发给你。我说回来了啊。嗯。三带二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我这发个位置。那我这。来。哎呀，你抓紧，注意力集中。速度啊，速度。那出什么？三个六，带二。三带二。等等。 三哥，刘大五，您瞧这孩子呀，就是性子太急。过，我们还以为你敢出呢，跟我都准备了。嗯，楼上，嗯，你是不是跟那个郝伟车工要聊一聊了？那龙洋行到现在就没有清静过，我也过。他就是自己玩现眼了，为了贪这么点小钱。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回龙洋行吧，还不干。 别的行都知道他这点破事儿，干不尴尬？他现在就是人穷衣服破，说啥都是错的。这满嘴的刺儿，哼！要吗？我们的啊，撒狗，不要。我要我账。贾林行长，朱航，你会玩扑克吗？ 扑克，嗯，哎，会打吗？啊，我斗地主还行。坐坐。什么事儿？哦。 我看了郝伟行长那份材料，有问题是吗？哎，说清楚啊，是什么有问题？人有问题啊，还是基金有问题？你看，都说你和你师傅之间有矛盾，我只跟你开句玩笑吧，他也不干了。不是，你说正事儿，这严肃点，对吧？你接着说，我听着呢。 那份材料没问题。我在设计这笔基金的时候，没想那么多，看完材料发现自己的工作做的还是不够，差了多少？这件事上风控的问题的确考虑少了，是我自己主观太激进，对渔业公司抵押缺乏经验，对洋流情况、世界渔业价格的波动缺乏调查。 以至于自己那份材料不够周全，我有责任，所以今天来承认错误。不只是基金的问题吧？你当时非要完成那个储蓄指标，也有操之过急的问题。是。你认为风险系数有多大？傅先生是我老客户。 我非常信任他。这两天我又做了一次深入调查，但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完整的掌握所有数据，所以我想申请一下，看能不能暂时终止这笔基金的配发，再给我一些时间。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，最短时间做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材料。终止？那牌落地了能拿回来吗？这个基金，总行是通过详细的调查。 最终才批准的。全球捕捞渔业的排行，你知道吗？第一名就是中国，占总产量的14.3%，第八名是日本，占总产量的3.2%，韩国根本不在前8名之内。包括全球各大渔场，我们也进行过详细的统计。你激进，你以为大家也跟着你激进啊？不过你刚才的态度。 我还是很惊讶，我以为你会激烈反驳郝伟的说法。
态度很好，总行已经决定了，这个产业升级的项目还是要做，就这样了。嗯，还几张？不够，不好。不管你了。哎，你走你的。站。哎，你哎，我还一张。哼哼，连队。不要吧，来。五个十，三张。你等着，切他呀！他没有，切谁呀？我切没有。太困了，太困了。哎，今天的分先记着啊，下午，明天还有一天的会啊。哎，你呀，以后有不熟悉的业务，要多咨询了解。 总行，基金方面的培训，我会想着安排。哎，小林行长，你那儿等我一下啊，我先去把账结了。那个，你一会儿是不是回龙岩行啊？到时候远，打我的车啊。当时定这个基金的时候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我当然觉得没问题。你慌什么？还是沉不住气。哎，我知道。有的时候啊，即便错了，你也得坚持，你得尊重自己的直觉，知道吗？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你是过来认错的。挺好，先把郝伟的嘴堵上吧。 我就压根没那么想，但是夏多跟你说啊，别走太快，啊，有的牌局你玩不起。你别看很多人面上对你挺好，其实就想赢你的钱。老大这是怎么了？嗯，看上那小子了。 怎么会？他就是嫌我牌打得不好，想换个人，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口。以后你们再有这种局，就别喊我了啊！我这今天推了好几个约会呢，我可不想给别人当垫背的。那个小子是过来认错的，你说太敏感了。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男人认错，一边认错一边想着怎么再犯。我是真的看不懂老大肚子里这本账。 我没想到陈英远今天会叫你到这儿来，可能他心情好吧？那他最后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他那话意思其实很明白嘛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到总行去参加培训，因为现在上上下下变化很大，还是要以安定为主。 哦，我是不安定因素呗。郝伟是，所以他出局了。罗总，抽烟了吧？我跟你谈事儿呢，咱约的不是酒点吗？我楼上还有个会啊，你有话赶紧说。 不是，我上个星期就把调动申请给送过来了，人事部也没个意见，我问陈行，陈行让我问你，你们得递交上去，他才能批呀。你申请去青龙山筹备新的营业网点，这期不小啊。您才看呢，我们不用干别的活了，天天净看你的材料，您不是生病了吗？怎么还这么能折腾？罗尚。 你用不着这么跟我说话。我有什么错，犯不着你来评判。有金融监管部门，有经侦。你这儿冷嘲热讽的，你说谁呢？怎么了？
我成了过街老鼠了。你就是这么跟我们说话是吧？ 不是你，你知道我不是斗不过那小子，我是不想破坏大局呀。可是你们也不能让我一个人牺牲了，站在边上看笑话吧？我在银行干了一辈子了，我的养老金、退休金、房子全都在这儿，我现在还没到退休的年龄，我还能干？不是青龙山那个地方那小子不愿意去，我去啊，这都不行啊！你们要把人逼死啊！ 话不能这么说吧？你干的那点破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现在你要回龙岩行，你回得去吗？谁听你的？去别的支行，哪个支行愿意接收你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。至于青龙山那边的筹划安排，我没有接到通知，没办法安排人手。你好好回去养身体吧，等坏影响消除一下再出来工作，不好吗？ 我们现在都得同舟共济，是不是？你不想病退，那就再等一等。咱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。现在的问题是你玩砸了，你干的那些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让人心里觉得恶心。你说说看，这怪得了谁啊？我们还在帮你，你现在跑过来大喊大叫。 白老资格，你是非要把自己逼得没有退路才行吗？问题是我回家没法交代，我不能跟我的老婆孩子说，我办病退了，他们都知道我身体挺好的，没什么大病，我也不能跟他们说我被停职了。我每天一大早拎着包出门，在外边待上一天。 待上一天，我才该回家。我这样很难受。我能理解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照镜子的时候，都在想，可能我没办法再找到一个人结婚了。我已经老了，不愿意照镜子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我得化妆。我不化妆，不是更显老？你看。 就这么点事，我心里都很难受，何况是你呢，师娘，你找我。 你师父是不是犯罪了？啊！你不用瞒我，我以前也是做银行的，我不是外行。你就告诉我，你师父是不是真的犯罪了？不是，师娘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您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您不觉得他现在的脾气？ 好了很多，这半年他老是睡不着觉。我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给他去拿药。前几天他把贷款的单子拿回来了，他看了一夜，他是从来不把工作带回家的。我清楚的记得，你上次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说的，就是那几个坏企业，他们要做坏账。以我的经验看。 我觉得他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我估计你师父是撑不下去了。那您去问过他吗？我怎么敢问他？我这不是在给他捅一刀吗？林强，师父就一件事儿。 你能不能回去再帮帮他？师娘，这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，
是我师父能接受我回去吗？他跟我说，让我想明白了再回去。可这个想明白就是让我闭嘴啊！那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闭嘴我就不是在帮他，我是把他往坑里推啊。我懂，他就是太要强了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 师娘，您先不要太担心。哎呀，我之前和师傅吵架，也是因为这些事儿。在我看来啊，只要事情还没有出来之前，咱们就还有机会。您回去跟他好好聊一聊。如果我师傅他真犯罪了，那您要想尽办法说服他，让他尽早去自首。我也经历从侧面查，那有可能是别人诬陷他，对吧？让他背黑锅都有可能啊。那到最后啥事儿没有也有可能。 这业务上的疏忽导致了烂账坏账，这很正常。那最多就是降职，咱们得往好处想啊。但愿如此吧。你回吧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我不想让他看出来我哭过。 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在这陪你一会儿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想静静。谢谢你啊。 哎，那您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 林强，你最好给我个底。你从总行走之前，你查到有问题的那些金额，最坏会到什么程度？师娘，金融安全是条红线，没有坏和最坏的区分，只要碰到就算是。咬牙了。 好，我们女士小八字站，脚后跟靠拢。老师说的是女士，你干嘛呢？新来个女人，你不得交代啊。双膝靠拢，用我们右手放在左手上面，对，非常好。放在肚脐眼的位置。收腹，挺胸，两肩向后，下巴回收，双肩自然下沉。这两位男士。 我们要双脚打开与肩同宽。好，我们的手要左搭右，头正，挺直，下巴收。哎，这样，双下巴都出来了。<笑>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就不用双下巴。现在我们开始练习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？ 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？没有需要。有，凶啊！有需要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手要怎么样呢？要五指并拢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同时保持微笑，头正。你坐标准点儿。哎，非常好。他长得就不标准。 你长得标准，身高都不标准。你标准课呢？后面有筷子，我们现在练习一下笑容。现在我们将筷子咬在牙齿中间，嘴角高于筷子的位置就是对的。手这个时候不需要举起来，自然。好，自然。 老师，他们笑我。谁笑你了？严肃啊，保持严肃。这三位女士表现得很不错，每天在家练习咬筷子笑5分钟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笑容就会更加自然。林行长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想找您谈谈心。 笑的没刚才好。
来吧。哎。说吧。啊，上次的事儿，我得感谢你。啥事儿啊？就是我女儿去大学弹琴的那个。后来还有几个老师问我，你们家姑娘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？你家孩子是真的有天分。那也是你给她机会嘛。像我们这种家庭，能有什么有天分的孩子呢？你这是谦虚还是真的认为她没天分啊？我虽然没学过钢琴啊，但我小时候跟一个朋友学过小提琴，可后来我放弃了。人家那一拉琴啊，我就只想哭。音乐里有情感，这就叫天分。你们家姑娘弹琴的时候也有。这有天分有什么用呢？摊上我这么个爹，这可能就是他的命。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，他现在很喜欢弹琴，而且情绪也好多了。那挺好啊，你没事了多夸夸他。还有事儿，林行长，我非常感谢你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，让我重新融入到这个团队中来，彻底改变了郝伟之前错误的工作路线。哎，打住打住，在我这儿，你不需要上纲上线，只要工作认真，比啥都强。明白。哎，有啥事儿你就一次性说完吧。麻烦您误解我，你这都还没说呢，就怕我误解你。没事，你说。您看啊，我是非常想融入这个团队的，一心呢也是想为这个团队好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哎呀，要么你就说，要不然你就回家休息。潇潇偷偷找卡贩子办信用卡，柜台上那几个女孩都参与了，为了奖金。嗯，这个事儿我之前听过。不是，他们之前骗你说只办几张卡，为了冲业绩，其实这么多人都办了，得有几十张卡。我知道他们记录办卡的笔记本藏在哪儿了。你也别生气，他们毕竟年轻。你拿我当郝伟了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希望我从此信任你，派你去监视他们，告发他们犯的错误是吗？如果这么做了，他们会防着你，也会防着我呀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郝伟就出现了。张佳明，以前的剧本已经演完了，我不喜欢告密者，非常不喜欢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你等等，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林行长，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么做不合适，会有风险的。我知道您不信任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求什么，我是真的希望这个团队好。记录办卡的笔记本压在梳妆台下面。不好听吗？啊？这是幼稚。大哥，你别包了，你包这玩意儿衣服就漏了。你起来吧。陈阳，啥呀？你来包。我包的还行，这不是我包的。啥破玩意儿？这不是你包的？谁包的？你包的？看看吧，他包的在这儿呢。纸赶紧起来。在你面前，饺子不是你包的，谁包的呢？这几个丑饺子太好了。丑餐。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歇着吧。啊，我觉得咱包够多了，咱包完等会儿，人家吃完等会儿再包。不行，不够。这这么多人呢，这点饺子哪够呀？我一个人吃两盘。先把这个拿过去煮了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你
你干嘛呢？啊，这化妆品我们都摆好的，你这都给弄乱了，这谁的是谁的呀？我就是看你们太乱了，帮你们整理一下。别乱动。这宣传单怎么回事？啊，偷懒是吧？不是，这个没发完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，来来，你先吃。这我啥活也没干，我等下一锅呗。你知道啊，那以后多给我们点福利。给我们发点奖金行吗？行行，节假日鸿门宴。哎呀，这满脑子就是钱啊！喝点饺子汤吧。啊，行。原汤化原食，给筷子。那我就尝尝。哎呀，还给他筷子，你喂的好不好？没筷子怎么吃啊？真有意思，你们。我尝尝。好吃吗？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好看，好看啊！好看。哎，我居然没有喊过来一块出来。叫他干嘛？哎呀，这郝伟又不在是吧？这张大门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嗯，咱们之间的隔阂也应该适当的消除消除了，是吧？你这句话是以领导的身份还是以个人的身份说的？肯定是个人啊。这饺子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菜跟肉，我们自己包的，邀请你跟郑帅来吃。我没白吃啊，我一直在包饺子呢，我一口还没吃呢。那行，那一会儿你交个份子钱，咱算一伙的啊。行，那感情就是这样，我啥也没干，我也没掏钱，我就是来白吃的呗。啊，对你就是白吃。对。谐音梗扣钱。咱这是私人聚会，我们喜欢你才邀请你来的。如果是银行组织的聚会，张亚明来我一个字不说。但今天不行。对。那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你厉害，我说不过你，行了吧？本来就是嘛。还想要点啥？醋，辣椒。我想要那个笔记本，我能看看吗？什么本子？什么本子？那我去帮你拿过来。这不是知道的很吗？啊，就这个本子，我能看吗？你要看什么？不能看呀。那你要看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张家明跟我说了。你们私下滥开信用卡，这个本子上有记录。他的话你也信啊？我不能信啊。那他就是喜欢告密嘛。郝伟在的时候他就这样，现在郝伟走了，换成你了，我还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。那你说说我是跟谁不一样？郝伟啊，看来还是我太天真了。他郝伟会告诉你这些消息是从哪儿听到的吗？他会当着面让你们说出真相吗？这就是不一样。我不喜欢告密者，我让张家明过来，就是为了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事儿说清楚。我们是一个团队啊，要是有人犯了错误，没有人提，反而相互包庇，那这个团队能长久吗？啊？我现在能看了吗？哎呀，咱今天不是来包饺子的吗？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你说那么多大道理干嘛？这不是大道理，这是大原则。你们讨厌郝伟利用权力给自己谋利，可你们这么做跟他有区别吗？去，把张家明叫过来。去。今天我定个新规矩啊，以后在工作上，谁要是影响到这个集体，我绝对不会徇私舞弊。当然，我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直接说，这和友情没有关系。之前张家明他不是来跟我告密，我也不希望这个团队有告密者。家明，你把在办公室说的话你再说一遍。总行呢要开始调查僵尸信用卡的事儿了，我呢也是为了我们团队着想，就把你们私下里办卡冲业绩的事儿，如实的跟林行长汇报了，当然也包括你们，不只是办了几张卡，而是办了几十张卡的事儿。你们要是真办了，就给他看。
等总行查栏，连调整机会都没有。梁长，我那还煲着汤呢。啊，你去吧。哎，反正他早晚都会看到的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他不公开说的吗？滚！我包半天，我一个还没吃着呢，我不滚。有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，我很忙。你那份举报材料我看了，远洋渔业的风险，我之前的确没意识到，你提醒得很及时，谢谢。授信审批部下去调查，不是说没问题？那是我运气好。哼，对。可运气不会一直都好啊。不是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看看你多了不起啊！一来就发现了我的错误，自己站稳了脚跟。我敢保证，其他支行在开会的时候，每一个副行长都会学你的。所以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平衡多了。难受的不是我一个人。行了，你运气很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，你也没有提交病退，总行也没有把你辞退。就这么把你吊在半空中，为什么呀？可能是为了给你出气吧。那您可高抬了。要是总行没意见，我个人欢迎你回来。不是，你是给我唱歌呢？啊？真话还是假话？我在很多方面的确没有经验。这次关于产业升级的风控举报，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我知道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但我是真心的。算了，回去会更麻烦。面子问题。有些事情。你不知道最好。我知道你背后还有其他人，可不管是谁，都不值得你依靠。如果有些事儿他迟早会曝光，那你一味的躲着，他不是办法。之前不就这么要求的吗？完不成指标就扣钱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少跟我稀里马哈的，啊！
你自己乱办信用卡，倒成了指标的问题了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老侵占我们奖金，那我们这属于官逼民反。哪来这么多词儿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办信用卡骗的奖金，按月从工资里扣，全给我退回来。还有，你要是再说这些无法无天的话，我扣你双倍。使劲啊，这纸都没湿呢。啊，你们在这儿给我玩套路呢是吧？他们都抱怨我。抱怨你啥？那天你走之后，我就帮你说了几句话，然后他们就一直抱怨我，说我太没原则了，对你太好了。你都这么为难我们了，我还给你饺子汤喝。那郑帅也没喝着汤啊，白帮你们包了那么半天啊，你们自己有问题还敢抱怨。他们还说你从工资里扣的话，以后这几个月大家就要挨饿了。那就行，那咱们就像按揭一样，一个月还一点，半年还完。一年吧。再出去。微笑的欢迎，闭着阳光，隐作像漆黑的双手，军机迷雾。解往将锁链打破，信念的光里进化，咽下每一场代价，决定就为只身前往黎明，就今天。